人活到极致，一定要返璞归真。周润发从影43年，为我们带来了不少让人记忆深刻的角色，比如那个用美钞点烟的小马哥，那个风流倜傥、情意满满的许文强，那个爱吃巧克力、赌技超高的赌神高进，每一个角色都深入人心，深受观众的喜爱和热捧。可即便他塑造过千万的角色，也抵不过那个最真实的周润发。周润发私底下算得上是娱乐圈的异类了，他没有架子，服饰也都是非常便宜，他出行坐地铁的习惯已经坚持了很多年，一双15块的鞋子他经常蹬在脚下。拍《英雄本色》的时候，吴宇森都曾吐槽周润发太朴素了，片场别人丢掉的盒饭他都要捡来吃。这样的周润发让我们都差点忘记了他身家有56亿。人权曾经问周润发这样一个问题，发哥，你没有孩子，赚这么多钱用得完吗？周润发回答的却是，我没有钱，我只是保管了这么多而已。此话一出，很多人都不明白究竟是什么意思，直到发嫂宣布这些钱都会全部捐出去的时候，众人才懂，周润发一生看破钱财，用爱和简单的生活充实自己的内心，这样的他过得很踏实，所以即便他有更多的钱，他照样可以大手一挥，